各位老铁，我们看看这台神器是怎么操作的哈。我们先是一个定位，预先把标签贴好，这样的话就省得我们人工放错。贴好标签的大板就缓缓的哈推入到我们的一次性定位哈。我们一次性呢，就是我们两个爪手抓好之后，这个板就不会动的了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就现在开始做贴标签的动作了。啊，这边的话，我们看看哈，现在已经在打下口。好，现在在开槽哈，听这声音就知道了。最后一道工序，好，我们先打孔。好，现在是在开料，啊，现在直接开料了啊。OK， 那我板的话已经开完掉了。那其实最后一道工序的话，就是点板。各位老铁，就像我们。